身穿排湾族传统服饰的小朋友唱着排湾族传统古调，而这些古调其实已经逐渐失传。目前在万安的安平部落仅剩下一位高明喜长者拥有丰富的古谣记忆，而身为女儿的高玉芝为了保存古调的音与词义，与丈夫林志兴花了3年的时间一一的记录下来，如今出书成册。有鉴于他的爸爸是村庄里面知道最丰富古谣的耆老，花了3年的时间进行录音记录，一个字一个字校正，了解这个古语是什么意思，这样的工作。书籍除了完整的保存古调的线谱，也分门别类，像是记忆、婚礼、生活篇等等，更收录37首古谣 CD， 并送给部落200本，希望能够传承给下一代。在学校，老师教，练歌的时候教。在家里呢？在家里会啊，会。在家里做，我也会教。会。传承。传承，保存我们的古调文化。高玉芝与林志兴两位都是教育学者，用文字与音乐录音要将排湾族的传统古谣保存下来，也透过书籍让更多民众认识排湾族音乐文化。记者任日满乌台北市采访报道。